家晚安。我刚刚接到外送人的电话说，哦，我快到了，然后我听成说他到了，然后刚好三十分，我就出去按了铃，然后结果发现，哎，怎么没有上来？我想说，应该还没有到，所以我回来直播了，所以我迟到两分钟，然后我刚刚在回讯息，然后我就收到，我刚刚收到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Hello 家属 ，Hello 零零神队 ，Hello 露露。我刚刚收到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你们想听吗？你们想听吗 ？Hello 蕾蕾 ，Hello 保温瓶。我本来下午的时候就要订了，可是我发现好像没有订到，就是我想说怎么饮料一直没有送来，然后我去看了，我才发现我没有送出订单。对，我没有送出订单，所以就没有饮料就没有来，然后结果现在在直播的时候还没来，就很尴尬。然后我也不能叫我阿嬷领吧，阿嬷又没有订过。Hello， 谢谢本人送的魔法棒。然后我刚刚那个很开心的事情是，姐姐跟我说我的生日梯有到那个，就是有到额度，就很开心。就是她就说，就是有到一定的额度，所以我就很开心。谢谢你们捧场我的第一次生日设计梯，谢谢你捧场我的独角兽。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穿，我已经收到了。我想穿给你们看的，可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所以在我旁边。谢如送的掌声鼓励，所以我的饮料什么时候才要到？他白送人的也很好看，谢谢志宏，真的很好看吗？我今天一定要支持的啊！谢谢你们，玲玲再次大感谢。原来有销售目标。应该没有销售目标，应该是姐姐觉得第一次成绩不错这样。没有销售目标，她说她叫我自己去找她。她叫我自己去找她。所以各位，我现在要戴着我的口罩去找她。大家等我好吗？大家等我好吗？为什么她找不到路？而且为什么要在直播的时候？太衰了吧。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要去找外送人了。等我一下。墙壁 ，Hello。
家晚安。大家晚安。有人吗？有人要来看我直播吗？我跟你们说很好笑的事情，我等人差不多进来的时候，要跟你们讲一件很扯的事情。我觉得超瞎的耶，我觉得刚刚发生的事情真的可以拍成电影，太好笑了。Hello， 本丸。我跟你们说一件真的很好笑的事情，我重复这句话好久了。零零提早，也许有些人还没有发现。我等下跟你们讲一件我刚刚发生的事情。你又怎么了？忘记钥匙？不是，怎么可能忘记钥匙？谢谢本丸送的纸盒小护林。刚刚的事情吗？对，你要听吗？露露进来了吗？我觉得露露一定会笑死。我觉得如果你会笑我，我觉得有点荒谬，微荒谬。可是我觉得荒谬到有点夸张，就是怎么会这样？我跟你们说，很衰，超衰。我从今天早上就预感说，今天晚上会发生一些事情。是玲玲的终极粉丝送的眼音乐帐篷，还有没有看到我换好衣服啊？头发什么发型要变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用倒叙法来阐述我刚刚发生的事情。好，你们现在看到我什么头发、妆啊，跟衣服什么都换了，对不对？连就是项链都换了。我跟你们说原因，因为我刚去洗澡，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刚去洗澡？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在洗澡吗？因为我全部淋湿了，我淋湿了，因为外面下雨，然后我淋湿了，对，我淋湿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Hello， 家属，我觉得人还没有完全进来，我觉得我要等人差不多进来的时候再讲。家属才刚进来，我一定要跟，对，我跟你们说，不是，我跟你们说，真的超瞎的，你们一定会笑我。露露在吗？Hello， 蕾蕾。Hello， 包子。没带雨伞。不是，我跟你们说，这是我刚刚。Hello， 包子，好久不见。包子，好久不见。包子不见，好久不见。就是我刚刚去洗澡的原因，是因为我刚刚淋湿了。我为什么淋湿呢？因为外送员找不到我的家地址。外送员找不到我的家地址、欸。我觉得以后，就是真的外送员真的要会看路。他找不到我家地址，他要到我家附近的便利商店。Hello， 马克杯。Hello， 噜噜噜，跟马克杯才刚来。雷耶，我再跟你们说一次，我觉得等人慢慢来，我再跟你们说，真的太瞎了，大家都要听好哦，大家都要笔记好，这是今天最瞎的事情，我自己也吓到，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可怜的玲玲，我觉得还好，我觉得可怜是你们，让你们等那么久。我今天本来要想说跳舞的，可是我住没有很偏僻，我们家附近有捷运站跟便利商店，怎么会是偏僻？然后就是我一定能找到玲玲家的。好，我跟你们说咯，如如听好咯，很雷哦，超雷的，很微妙，也很荒谬。我刚刚去洗澡原因是因为我淋湿了，我淋湿的原因是因为外送员找不到，我以为有人开门，因为外送员找不到我家的路，他打电话跟我说，
哦，我快到了，然后说好，我以为他到了，结果按门铃他没到。那时候我才刚在直播，然后我就跟你们说，可以等你铃下吗？铃去拿外送这样，然后就发现怎么门没有开这样，然后他又打给我了，外送员又打给我了，他就说，哦，我到你家附近了，我找不到你们家，你可以来吃你家便利商店等我，你家附近便利商店找我嘛。我说好，我去，因为很赶嘛，我就拿好我的钥匙、钱包，我就把那个手机放在这边，然后放在墙壁这边，然后请你们等我。然后我就出去了，我没有带雨伞，因为小雨。然后呢，我遇到他了，超久才给我的要的饮料。然后那边翻超久，他翻超久的，然后我给他钱，然后分好，我知道东西很多，但也太久了吧。然后你就只是放好钱，马上给我饮料，有那么久吗？我第一次看到外送员那么久，他就这样翻，他那时候一分钟左右，我就在那边，然后我就这样一边等，然后看着雨越来越大，而且雨越来越大，像啪啪啪啪啪越来越大那种，我就皱起眉头，我想说完蛋了，我今天要直播哎，我就看他在那边找零钱，然后他就。我说不好意思，他本来要走了，我说不好意思，你还没有给我饮料。他说哦，好好，然后就拿给我说好，我赶快拿，我就冲回家，真的是淋雨。然后我想说这是怎样，我第一次此生第一次那么蠢，然后在淋雨那边跑，然后那个路人这样看着我，我以为什么会有好心路人帮我撑伞，结果没有，我真的是。最近不出门的，我最近绝对不要再出门了。最近一出门都没有遇到好事情，我前几天还是跟踪，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不要出门了，我不出门。你看、哦，我被跟踪，好，我不出门，我订外送，我订外送也发生这种奇怪的事情，我真的最近水逆是不是啊？超扯的，他可能第一次外送太紧张，我不知道。那么可爱，怎么不帮我撑一下？我对啊，就这样看着我淋雨耶。我就跑在他们前面，我想说这些路人怎么那么没有品啊，为什么不是也不能怪他们，怎么那么就是怎么在这个时间没有跑成伞，然后说没关系，我也不要去麻烦他们，我自己跑。然后结果到家就淋雨，然后我钥匙还喷到我们家楼下的机车旁边，我还差点找不到，我还要就是跑出去拿找我捡我的钥匙，我以为他差点掉到水沟。差点掉到水沟哎、欸！太衰了吧！太衰了！我真的是，我跟姐姐说这件事情，说不好意思，我要改时间，这样她跟我说好，就笑笑的带过就好。我觉得这个笑笑带过可以，可是那太荒谬了。哦，那个被跟踪的事情就更扯了，我有点微好笑。可是那个我觉得是蛮好笑的，要不要听吗？反正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健身房刚营业吧，还是要需要打广告，才刚营业就打广告，那时候疫情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开始打广告，然后他们我们家附近健身房打广告的方式是去找路人到他们健身房参观。哈喽，请问您在忙，走在马路上面到底会有谁？没几个会愿意停下脚步陪他们去他们健身房参观，这样说不好意思，就是可以请你到我们健身房参观吗？只需要花你十分钟左右的时间，不久这样。为什么要上班啊？健身房工读生，我之前就听过十几次这种推销，我都没有去。直到前几只跟几个礼拜吧，然后说好，我让你早点下班，因为他说我刚好生日，可以让我早点下班。说好，然后我就。陪他去他的健身房参观，然后他说可不可以坐车吗？我说我可以走路吗？坐车感觉有点怪，然后我们就走路到他们健身房参观，然后他帮我量体脂什么的，然后就跟我聊一堆有的没有的，就算了，就是我觉得好哦，就算了，就已经参加过一次这种奇怪的推销活动，然后第二次就是隔几个礼拜我又遇到了，我跟他说不好意思，我已经参加过了，你们就是我已经就是进去过。你们健身房参观，他说哦好 OK， 然后就离开了，还跟我到一个地点哦，就是他从可能从我家在这边，然后我走到这边，他一直就不好意思，
因为他可能害羞吧，不敢跟我讲。我说不好意思，可以请你们参观我健身房吗？我说不好意思，就是不行，我已经参加过了，没有另外一个人。然后我想说怎么会跟到这边来，跟太久吧。所以我刚刚你刚刚一直跟在我后面嘛，我算了，然后我就又去其他地方买午餐了。然后买完午餐，我就发现，哎，快到家的时候就发现，哎，怎么后面有一个奇怪的蓝衣男子在那边滑手机跟着我，我就不以为意，然后就走，直到我真的快走到家了，然后我瞪他，我就这样，我可能你们在后面，假如这是你们的蓝衣男子的视线，然后我就是我，然后这样，我就用这种眼神瞪他，我瞪他，就怕到了，他怕到了，他就。他还很好笑哦，就是很好笑哦。假如这是手机，假如这是手机，他让超好笑，超装的。然后我就发现他看到我了，他就这样离开。然后直到我去了便利商店里面，我去便利商店买东西，出来，我就哎怎么还在？然后又过了一个马路，发现哎他怎么还在？然后。好，打算去找他这个人，就赶快往后走，然后说：“哎，人不见了，人不见了，你知道吗？”我就在便利商店外面看到他的另外一个马路，跟我对到眼，他跟我对到眼哎，然后我就，他就跑走了，然后我就倒退路这样，然后走回家，然后边回头边走回家，我就找家。我最近是不是真的就是不能再出去了？可是订外送也没有好的，就是真的不要再这样了，真的与世隔绝了，真的要与世隔绝。再发生这么荒谬的事情，真的要与世隔绝了。就只是订个外送，发生这么荒谬的事情，然后就为了这个饮料，然后出去买个锅贴，买个午餐，就发生这么扯的、这么可怕的事情。我为了我的食物，好了。谢谢 CC 柠檬送的魔法棒，我顿时觉得爸爸来看我直播是还不错的决定，我就可以讲爸爸，就是可以帮我去拿外送吗？可是现在就是他刚好不在家，我一个人在家，我阿嬷他不方便。Hello， 就是这么的随。那个我刚就是改时间的时候，就是姐姐还就笑了一下，哦好，那你大概要多久的时间？我现在可能要去洗个澡，因为我全身湿透了，笑死！啊，大家就发生这么荒谬的事情，然后还那么多人来看我笑话，真的是够好笑了，就是。这也彰显了玲玲的可爱啦，也是可爱啦。这真的，我不知道这到底是算笑话还是可怕呢。反正我加速不是要剪影片跟上班吗？而且加速，你剪的那个我的那个手势的影片，但你没有剪舞蹈影片，被抓到。一号对，很好。很要笑话，跟踪实在蛮可怕的。可是我觉得他感觉不是真的在，我想说，可是感觉有点在跟我玩。就是我那时候想说，这个手段也太荒谬了吧！我想说，这个手段也太荒谬了吧，太荒谬了吧！就是感觉在玩躲猫猫的感觉。我想说，也不要大白天的在那边跟你玩躲猫猫，这也太无聊了吧！这手段真的超荒谬的感觉，就是。很幼稚的人才做出来的行为，是不是就是我会想象的那种啊？两个都要剖吗？啊，你不想吗？好吧，那就剖一个就好。因为我觉得加速，我觉得我最近就是在，我等一下又要剖两篇行动，然后也是手势舞蹈，然后。就是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非常爱拍 TikTok，
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你是怎样中 TikTok 中毒，我说有点，但我觉得会拍上瘾，然后我就拍了很多，然后等一下要 po， 我等一下要 po 了两个，对，我等一下要 po 两个，每天两篇嘛，嗯，如果我明天 OK 的话，好香哦，嗯，刚洗完澡真舒服，我以后直播前都洗一下澡好了，没有啦，但真的洗完澡直播有一种轻松的感觉，没有压力的感觉，你们就看我刚洗完澡的玲玲这样，都破都破，预测过笑话了，预测过笑话了，那我们将要直播到几点？十点吗？是十点还是？还是会自动选出我直播到几点？可以帮我计算一下，我 这次直播要直播到几点？嗨玉，谁可以？玉，你要听我再讲一次我刚刚发生的，不要好了，不想再讲，太荒谬了。玉，如果想知道我刚刚讲的笑话的话，可以自己去，可以去看回播。好，我要来讲正事。本丸在吗？本丸在吗？一小时吗？一小时？两小时吗？一个半？好像。是多加一小时，没有吧？没有啊，多加吧，真的临时有事，这不是我预料的啊！我怎么会知道我今天淋雨？就是我今天早上在想一件事情，可是我都直播一个半小时，我已经习惯了，而且我想跟你们多聊天。好吧，那就看我应该今天直播到十点吧。十点半嘛，十点左右。就是我今天在想本丸他打给我的，因为我都会看粉丝给的回馈嘛，然后我就看到本丸他前几天前天打的，还昨天晚上打的直播回馈，嗯，可是他没有，然后我想说，嗯，这是蛮特别的，因为他只有写前面只有写一小段而已，然后后面写他自己的感想这样，然后。我就有看到，我现在有点想要把冷气关掉。好，我要去把冷气关掉，等我一下。好，我怕等一下要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应该不会。好，我去把冷气关掉，你们等我一下。说本丸就是在后面说偏爱这个主题，然后我在想说偏爱，我就因为我就是在脑海里想偏爱这个词对我来说是什么，我就觉得说，嗯，如果偏爱把偏爱这个词放在粉丝身上的话，我就觉得，对我来说，哦，小偶像蛮难对粉丝有所偏爱的，可是就像老师对全班。的同学一样，就是，怎么说呢？老师也不可能，又不是一对一，老师是对全班三十几个人、四十几个人，然后去表达他的关心，不可能把他自己一个人心力全部投入在一个学生身上啊，对不对？所以就跟小偶像一样，假如小偶像是，就是小偶像的身份是老，就是老师的那个角色的话，很难就是去对每个粉丝，像我可能，我又不可能零零。玲玲有很多，就是玲玲也有，假如玲玲有十几个粉丝，好，玲玲也不可能就是只对某一个粉丝特别的关心，然后其他粉丝都不管，就觉得你们也会觉得说，怎么都没有对我犯傻这样，就像我看粉丝们，就像我看粉丝们去推别的小偶像，玲玲会觉得吃醋的概念有点像，但人生并没有公平，难免会有比较喜欢谁。但是我觉得，嗯，如果要这样子讲的话，我觉得就，可是我的喜欢不会包括于，不包括，就是单纯就是爱这样，单纯就是喜欢。我的喜欢就是单纯喜欢，完全没有
包含任何的夹杂任何东西。老师不应该有偏爱，但是还是会对忍不住。我知道，对，可是还是很难。可是其实通常不可能，真的不可能。全班三十几个、四十几个人，不可能对一个人就走偏。如如来了，如如你的那个鱼，如如鱼，啊，如如啊，本丸在吗？本丸，本丸都很少留言，我都不知道你们在不在。我刚去扁台签到。但是如如他，但如如，你挂着玲玲神推，就是你就是玲玲的神推。当本丸和如如分开站，你就难免取舍你的犯傻给谁了。本丸跟如如分开站，我觉得我真的不行哎，就是我不能选，我不会选说哪一个粉丝哪个粉丝，因为他们都是喜欢我的粉丝。好，我也很珍惜这两个粉丝。我不行，我不会选粉丝，我不会选粉丝的。这我有选，我真的不会选，真的太难了。因为我真的很珍惜每个粉丝，就是每个都不想要漏掉，就很想要顾到每个人。可是难免那个每次直播 Q 到的人的时间不固定，还是。可是你要说刻意去分十分钟给谁，十分钟给谁的话，我觉得这又太牵强了，所以太刻意了，所以我觉得，就自然而然的就好了，不要去刻意跟谁那么去偏爱谁哪个粉丝这样，因为就是你珍惜了一个粉丝，啊，另外一个粉丝流掉了就很可惜，就跟能看到我对其他粉就是。粉丝犯傻，你们会觉得吃醋。我看到你们去犯其他小项，我也会吃醋的概念是一样的。就像本来说，人是互相的。我觉得粉丝互相也有竞争，可是我是不喜欢竞争的人，所以我不太懂竞争的人在想什么。可是我会告诉我自己不要竞争，可是要永远跟自己。就是知道自己有努力，然后尽自己所能，我觉得就已经很棒了。所以我不太喜欢跟粉丝比较，粉丝一家亲，就是我的粉丝。我希望我的粉丝是一直保持着这种观念，就是玲玲是对每个粉丝都很珍惜的。就是当我看到可能如如真的哪天神推改了别人的话，我也会很。粉丝自己人，我要来介绍我最近买的新玩具。我不会改啊，我来截图。截图，我来介绍我最近的新玩具。我的化妆品，我最近花了我妈3000多买化妆品。你们知道平常都花我自己存的钱买化妆品，然后这次我妈终于。花了3000多帮我买化妆品，只念我一下下，我就这样爱你哦，这样就跟我妈说爱你哦，这是我的新玩具，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新的，这是什么？这是修容，修容是你知道吗？是让脸变小的东西，它跟腮红很像。可是又不是，谢谢蕾蕾送的金刚浪。这阵子是不是买了不少衣服跟化妆品？你怎么知道？可是衣服其实是我从我妈衣柜翻来的，因为我妈很多，我就前天就是那阵子我说买衣服的那一阵子，是我从我妈衣柜翻来的，就翻了不少宝物。我就跟我妈说，你是不是都没有穿过这件？他说对啊，都没有穿过这件。我说那为什么你买了不穿？他说就没有机会穿到。我说那你给我穿哦。他说好啊，你穿蛮好看的。我觉得我妈就是买了东西自己舍不得用，就是我不知道，好像蛮多女生都买了自己很贵的包包啊，就舍不得用。我妈也就是买了好几万的包包就舍不得用。可是我觉得我的概念是
啊，买了就是你的，你就是要用啊，不然你花那钱干嘛？对，是我跟我妈的观念比较不同啊，就是我买东西是比较想买就买，哎，不是，也不是想买就买，就是。我是看当下买的感觉，买东西的人，然后买完再去研究这个物品的作用，所以我就看到，哎，这个商品好像蛮适合我的，还不错，我就会买一下。跟我妈不太一样，我妈是看了，然后喜欢，然后考虑很久，然后买了，然后也不一定会用，未必会用，可是我这是一定会用，然后用到真的不能再用了，我才会再换下一个这样。因为我妈也很瘦，我身材就遗传到，完全就遗传到我妈。然后我妈刚刚就是密我说，赖我说，你怎么没有直播？我说还没有跟她说原因，因为觉得讲起来有点荒谬，是羞辱。是有一种让脸变小的感觉，有吗？有明显的感受到让脸变小吗？其实好像没有感觉，是我的新玩具。然后女生变女人的时候，新玩具就是化妆品跟宝宝，小时候就是娃娃。看起来太对啊，超好玩的，嘿嘿。我是小女神 ，Hello 博伟，博伟，博伟，想知道今天的荒唐事吗？欢迎问如如。而且我觉得这个超漂亮的，它是花瓣的颜色，腮红，哪里好玩？你们不懂，男生不懂。就是我生日快到了嘛，然后我前几天就在跟我爸，就是昨天晚上我就跟我爸说生日礼物要送我什么，这样。可是其实我爸妈他们的习惯就是包红包，胜过包红包的习惯，不太会有买蛋糕或是买礼物的这个习惯。我们家是比较包红包，就是把红包给你，然后让你自己去选你想要的生日礼物这样，然后边化妆边聊天，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爸就那给你红包你自己去买。可是我想要拿到那种实体礼物的感觉，因为其实我爸是不太会买礼物给我的这种爸爸，我爸是比较闷骚型的那一种，所以我觉得最近很想要买香水，因为我香水用完很久了，而且我都香水很就是隔一段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再买一瓶新的，就是不同阶段会用不同的香水这样。但香水其实对女生来说蛮重要，但是我平常去上学什么不太会喷，就是拍升写或是 reset 公园的时候才会喷香水，因为去学校喷香水太怪了吧。对，然后就最近想要买香水，然后想要买那种比较成熟味道的香水，可是因为我之前买的香水都是比较甜味胜过甜味的香水，我就想买一个比较成熟的香水。然后，对，然后就跟我说自己挑，去学校不给喷，他怎么会知道你老师自己都在喷的？怎么可能？不会啊，不会的。化妆可能不行，烫头发也不，染头发不行，要化，但没有人阻止，为什么不能喷香水？
闻出来嘛，也不知道我是谁的、啊，因为大家人口聚集在一起，不知道是谁的。不是比较刺，昨天看到影片很赞，表情越来越好，谢谢玉。不是比较刺鼻的那一种，是那种类似小苍兰，或是小苍兰，或是薰衣草这种比较清淡的成熟味道。然后我就生日礼物就很想要买香水，然后妈妈说很久，一些很想要。谢谢玉上戳戳你，一直很想要名牌的名算是就是比较好用的，比较可以用很久的钱包，因为我是一个很有看包包大搜查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我钱包很容易破掉，或是拉链生锈，或是袋子破掉坏掉。因为我买的都是那种200块那种 forever 用的那一种钱包，我真的很穷。然后我还是学生，然后就很想要在17岁的时候买一个比较好用，然后比较实用，可以用很久很久，然后拿做纪念的那种钱包，就是包包。我想说拿就是17岁放着不用，也可以留到长大后怀念这样。然后就妈妈就说好，我买，就开心。我不知道耶，后来林杰善呢，放在公司，然后我还是没有买到我想要的口红，所以我打算就是在网上面买。看我的口红还是很淡耶，不知道为什么。谢谢陈酿维朵娜帮我弄的广告，大家有看到广告吗？那天简安就跟我就传截图跟我说他看到广告了，我也有看到广告哦，你们有看到广告吗？如如有看到广告吗？可是我没有看到如如有 po 文，我刚刚就经过这么多事情，就换来一个饮料。有哦，谢谢宣传，谢谢。可是他不想让大家知道他是谁。谢谢陈酿维朵娜。可是他跟我说，一看就知道他的风格。谢谢你。我还没有介绍完我的新玩具。这超可爱的，这可以。到底是谁啊？我在想我要不要知道怎么说，因为他说，我觉得这牵扯到信用的关系，因为他说他不能说，所以也没有想要跟大家说的意思。但是因为他比较低调，可是他感觉很想让大家知道，可是他又觉得说，他可能觉得不好意思吧，所以就。不难猜，加速不说不难猜。我很期待加速的生日限定哦，就他第一个是眼睛，他第一个是眼睛，然后第二个就是腮红，然后是两层是，而且这声音很舒压哎，这可以可能带去学校的。你有听到那个声音吗？超舒压的，受不了，太舒压了。可是我觉得
不会啦，我觉得这有点小雷耶。你们看哦，它就是，它是真的蜜粉，然后它是属于那种有洞洞的，然后需要这样摇摇摇摇摇，然后才会有一点点跑出来的。然后你知道这会造成什么我的困扰吗？你知道这会造成我什么困扰吗？就是我要上完全练，我就会一直摇，一直摇，一直摇，然后摇很大力，然后才能这样。然后上完全练，我就要一直摇，一直摇，一直摇，所以就有点小累，手会有点酸这样。可是它是好用的，然后还有打亮，还有打亮，来看哦，天亮了。嗯，反正我就是很谢谢妈妈，花了3000多帮我买些玩具。哦，然后还有这个，这真的好好吃哦。这个好好吃哦，就是零食。谢谢妈妈，爱妈妈。她现在应该，她现在没有来看我直播，可是，而且这件衣服是我国小穿过一次，觉得太成熟了，然后现在穿刚刚好。国小穿这个真的有点成熟，少吃一点，少吃一点。会的，我真的不常吃欸，因为我妈她就是有吃，她有技巧性的买零食，但她也只买这种零食，因为她自己也爱吃，所以，但她又不敢让我们吃太多，她自己也爱吃，她也只希望自己不要吃那么多，所以她就是一次买一袋，然后隔一段时间再买一袋，这样慢慢买，慢慢买，然后就如果我们马上吃掉，她就不买了，就是一段时间的买，所以不能吃太快。所以现在我可能也不能再吃了。对，我真的是偏瘦。按到其他东西了，回来了。我来唱歌。我要点歌吗？晴天娃娃好 ，Hello 玉人 ，Hello 如如怎么现在才来？而且我刚刚，你们知道我刚刚出门啊，我刚出门，我的妆是直接粘在我的口罩上面，然后全湿，而且还没有脱妆欸，超厉害的，就是微脱妆，微脱妆而已，重庆而已。欸，我已经长不高了，可是我的身高还好，体重还好。然后因为那个上次我去健身房嘛，他就跟我说你的标准要43这样，然后我现在才30几，所以不能再高了，可能再胖一点吧，有肉一点之类的。本文才本文，我刚刚讲你的事情，你都没有听到哦，本文没听到笑话之后不听，之后不听。但其实也不算笑话，我觉得有点微荒谬，有点不算笑话，真的不算笑话，有点含泪的那种笑话，有点含泪的笑话，有我有听到，嗯，要不要给点回馈？你看你要留言跟我说，还是小盒子都 OK。然后本来说他想要听那个，对，要谢谢粉丝，谢谢他，所以我想要。有，这可能我再找好，然后我要那个见他的那个爱情剧情。
很熟这首歌的歌词，我就是我没有练，我没有完全的练好，但是我有听过，听一直听这首歌，但是我没有完全练好，我就唱唱看。我觉得有点可怕，我觉得有点不安。我只要听到关于音乐的时候，我就很不安心。对，很不安心，尤其是夏天，就很危险。我是一个非常恐慌的人，我每次表演完，我会拿起手机，或者说安全吗？现在这么快就变好。我弟今天生日哎、欸，我昨天祝他生日快乐，然后一堆成员跟我说我弟超帅超可爱的。来，我要偷爆料，就是因为我弟说他想当演员，然后美玲前面也想当演员，然后我不知道是怎么讲，然后美玲前面就开玩笑 ，just kidding， 他就开玩笑说，哎，跟你弟演情侣戏，弟弟生日快乐。他7月21生日，然后美玲前面就说开玩笑的方式说，我想跟你弟演情侣戏，可是是开玩笑的那一种。然后小迪前面说你弟真的很可爱，然后晨晨前面说你弟是我的菜，而且晨晨前辈跟我弟同年。好，我要继续唱。
想要掌声鼓励。谢谢粉丝送的香槟，香槟！我今天才是想谁会送我香槟。香槟，那个从那个软木塞喷出来的慢动作，你觉得很美吗？谢谢医生推送的香槟。太固执而盲目，忘了停下来，心疼自己的无助。不顾你那双眼珠，终于我可以。两个国足，谢林雄也送香槟。折磨多少痛苦，才累积出的领悟。忍住不哭，我要忍住不哭，望向天空，不让眼泪流出，抬头看清深处。在那日出，把故事结束，把从前一笔消除。忍住不哭，我要忍住不哭，因为我相信彩虹总跟着歌舞，会带来幸福，在下个岔路陪我跳全新的舞。Hello 玉，为什么我发现越晚直播越多人看啊？现在都已经九点半了，然后人数才刚来，所以我以后是不是要晚点开播呢？从你十指向幸福，挑了一而再的选择让步。太固执盲目，忘了停下来，心疼自己的无助。不顾你那双眼珠，终于我可以麻木。从这里分割出两个国度，挥霍多少时间，折磨多少痛苦，才累积出的领悟。忍住不哭，我要忍住不哭，望向天空，不让眼泪流出，等待那一句把故事结束，啊，从前一回不去，忍住不哭，我要忍住不哭，不如的人数。我相信彩虹总跟着波谷，会带来幸福，在下一个岔路陪我跳全新的舞。太高了 ，sorry。谢谢粉粉送的玫瑰。我下一首想要唱《途中》，这首有点难唱，这首很难唱。谢谢粉粉送的玫瑰，谢谢麦块送的玫瑰。什么样的爱，这首也超高。Hello， 妮妮神推，妮妮神推，这应该是妮妮的推吧。婚姻是亮点，很难听。想要打电话给我妈报备一下，我可以在直播上面打电话吗？我可以打电话吗？我可以直播打电话吗？
接吗？进，不要进，没关系。我不用开扩音，你们应该听不到吧？啊，接吗？可以接吗？我就最爱听你讲话，这不能让你。我只想要他没有接，我妈没接，好吧？好。他可能在忙吧。好，我等下再问我爸，他在哪里？海林吗？啊，我弟弟哦，我弟今天生日，他们应该吃饭。可是这么晚，他们也在吃饭，不知道去哪了。好，继续唱。可是我却有预感，在脑海，天空就快要醒来，不应再为今天三载，这一晚的阴霾已经快要被日出刷来，我站在地平线看，像未盛开的菜。我习惯如此等待，未来没在，还是未来我要的答案还没解开，我不要爱，爱得太快，幸福太快，我招架不来。我今天就是来谢谢大家的，然后帮我买广告的粉丝啊，跟买我声音题的粉丝，让我的销售量有在还不错，谢谢。希望下次可以维持或更好，爱你们。对，今天来谢谢大家的。山窗外，风景被我视线装载，还有一个好心情，有种说不出口的愉快。我站在路途中等。一个美好的时代，到现在还在等待。未来没在，还是未来我要的答案还没解开，我不要爱，爱得太快，幸福太快，我招架不来。夜之外，途中的意外，一时安排，我不想爱到来，那一定会，一定会很精彩。谢谢加速上的掌声鼓励，谢谢加速，就是因为加速帮我送到一个粉丝专业宣传，才会有这个成绩。真的没有你们，没有现在的我。谢谢加速，谢谢玉。先跨越，不怕见面，消失脸。哦，对，声显明天同一天，声显要预告起来哦。虽然我今天穿的是百褶裙，你们可能觉得有点没有看到你们想要看的东西。可是，玲玲的百褶裙还是很可爱啊，而且。是粉红色的蝴蝶结哦，对，不能不买吧？深水也是每次都要买东西吧？一种爱，一种乐，存在。可是我觉得我对深水，或是官方商品的看法不太一样，就是不太一样，说是。我有自己的解读方法，就是我不会去逼你们一定要买耶，就是因为我会觉得买不买是自己决定，然后买了就是你的，然后你买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你喜欢，觉得可爱，或是你想要珍惜这张玲玲的照片，或是想要抽到签名都 OK， 但是我觉得都很棒，但是我完全不会为了你买而就是叫你买。我只希望你喜欢，然后你真的是想要得到你想要的东西，然后花这笔钱去买，而不是因为玲玲宣传而买。
是我希望你们是因为真的想要所以买，不是因为为了讨什么销售上开心。我觉得不会因为，就是你们，我觉得不会因为就是，我要怎么讲啊？就是我觉得不会因为你们，应该是说我不太会对这种事情很开，会有太大的情绪在，就是很少人买我也不会很失落。很多人买我会很开心，可是也不会到很有优越感。对，就是我会注意的不是怎么他们不买，而是买我的升学的这些人，就是会就是我只感谢你们，不会去想怎么会是我少人买，就是没有听懂吗？可能有点。我不太会表达我这个想法，可是我只是想要说，商品这种东西，偶像的商品，这就是一个支持，跟你想喜欢而买的，完全不是。对我来讲，不会因为你们的就是利益，我真的很不喜欢牵扯到利益，不是因为你宣传才买，希望你看到那这。对，我希望你们保持永远保持的这种状态，这种心态。要如果送我掌声鼓励，爱情都属于你，加钢琴我会唱歌给你听。可是其实有时候我也在想说，偶像对我来说什么，就是我也觉得我好像模范生嘛，学校不是会有模范生吗？模范生，学生时期的模范生就是偶像的感觉。可是我觉得，我一直都觉得我自己完全不是一个模范生。我觉得我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可是我觉得我当偶像，我能做的也就是只能让我很喜欢我的人开心，或是让你们看到我好的地方。那些需要改进的地方。自己知道就好，可是我能展现出来一定是我优势的地方。你们喜欢，就你们刚好喜欢我优势的地方。可是你们想要的来我这边可以得到吧。因为我真的想讲很多，然后刚刚那个吓人真的是让我吓到了。我是真的吓到了，怎么会发生这种奇怪的事？然后如果想知道没有听到的，可以去看回放。哦，我之前有听过一句话是，喜欢你的人是喜欢你的优点，然后爱你的人是连你的缺点一起爱，就是。就是喜欢的人是喜欢你的优点，爱你的人是连你的缺点一起喜爱，是类似这种话吧。我觉得这句话蛮触动的，就放在偶像这方面，我觉得还不错，就是蛮合理的。就是人不可能是完美的嘛，对不对？我喜欢每个时刻的自己。你们还想听什么歌？我记得尊重、友善、包容。我觉得包容，就是我包容对像那个外送人的事情，我就是。你看哦，从那个外送员那件事情，就真的，我听到他，我就告诉他路，然后他找不到路，他问我说可以去楼下便利商店找他拿，我说可以，因为他找不到路，然后下天雨天，我觉得他很忙，所以我就是找他，然后我愿意等他，没有跟他生气。是因为我觉得他很辛苦，
可是虽然他打电话来的口气我觉得蛮不好的，可是能理解，因为可能他真的心情不太好，就是下雨天然后送那么多东西，可是我还是很包容他，尊重，不能尊重他这份工作，欸，就我还很细心的跟他说，嗯，这个地方是哪里，然后还去到哪，我并没有就是投诉的，投诉他，所以我很尊重他这份工作，我很友善啊，我还提醒他要给我饮料，欸，真的。那他要给你小费吗？是我给他小费，他给我小费干嘛？他要送我的食物，然后他要给我小费。虽然他打电话的口气有让我有点不爽，可是我还是没有跟他生气，真的是，会有觉得有点不太好。虽然我在家有时候对爸妈口气也没有好，可是我觉得。我很容易对爱的人发脾气也没事，因为我觉得他们可以包容我。但是我觉得对爱的人发脾气是在对于家人来讲是家常便饭，可是我觉得蛮难，就是不学练习不要对爱的人发脾气，我觉得太难了。就是我平常就是一个比较爱面子跟自尊是比较强，不太习惯对就是很亲近的人说一些很肉麻的话。我不太喜欢，就是家人，可是我爱他们，可是我就是不太会表达，我可能就会用我自己的方式吧，我可能就说，那哦，你要就可能用比较我自己的凝视的方法去，就是关心他们，就是加油这种之类的，但是我不太会讲一些肉麻的话，肉麻的话可能用在闺蜜朋友之间，是家人真的不。我骂如如是我关心他的方式，虽然这样讲有点就是在帮自己找借口，可是是真的啊。明天9点准时开始，什么东西？哦，已经结束了，欸，已经10点了，欸，到底是播到几点啊？我看他好像播到10点多，哎，羡慕被关心，被关心吗？被关心，蕾蕾，你也想要被关心呢？我考虑一下，可能让我花个一个礼拜，想你值不值得？没有啦，开玩笑，就是我觉得，要先想好，因为我怕就是随便乱下一个结论，就是好，我要关心你，可是我却没有做到的话，我会觉得有点不太好，所以我要先思考一下，我真的能确定我能再花一个心思在另外一个人身上，所以我才能答应你，就是关心你，被累吗？马克杯，想被骂？想被骂吗？你想被骂吗？在什么？夏琳，谁让我带你去流浪？现在人。差不多都要睡觉了吧？我再唱一首歌。革命性的科技内装，让感官体验全面进化。去看啊，想看就看啊！如果来，如如，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如果如如看后或西塔或是泰国团任何一个人直播，可以让如如开心的话，我不会生气。如如去看他们直播。因为让自己粉丝开心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我不会很生气，说你我不会生气如果去看其他的我笑偶像直播，如果他开那如果他是开心的话就好。我要唱歌，就是我觉得我也没有，我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完全没有，我刚刚的意思比较误解，就是我也没有说要你就是去
去看其他人怎么，并没有说如果这件事情是让你开心的话，要紧了，我的事就先不要再大概起床，然后再给我两分钟。要谁谁为我的狗叫明天，那就看我啊。原来你可以把今天娃娃吃了。下雨天，当你快出现，我就告诉妈咪你偷牵我的手。我喜欢夏天，以前被心的感觉，每天都想念着很甜。下雨天，亲爱的你快出现。我牵我的手，我喜欢夏天，你穿背心的感受，每天都想念，都很甜。谢谢夏夏送魔法棒，夏夏。要谁谁为我的狗叫明天？就说你猜猜今天为什么下雨？原来米可以把晴天娃娃吃了。被自己讨厌，讨厌！我这不能剪了啦！我刚被我口水呛掉哎、欸！我往前在唱，然后看你们能不能帮我剪好。对不起，我被我自己口水呛到。你们有被自己口水呛到的经验吗？没有被自己口水呛到的经验吗？我真的是服了我自己。啊谁谁为我的狗叫明天？据说你猜猜今天为什么下雨？你今天娃娃吃了。下雨天，亲爱的你快出现，不让我。就告诉妈咪你偷牵我的手，我喜欢夏天你穿背心的感受，每天都想念都很甜。谢谢本送玫瑰。下雨天，亲爱的你快出现，不让我就告诉妈咪你偷牵我的手，我喜欢夏天你穿背心的感受，每天都想念都很甜。七八糟，时间不好。噔噔噔，我等一下应该会留十分钟截图时间。玲玲越看越可爱，那什么时候才要把我改成不是关注啊？要关注玲，你要关注多久？马克杯，你要关注我多久？马克杯要关注我多久？要看我多久？马克杯要关注我多久？我看你从去年吧，去年在关注了吧？你关注太久了吧？你关注到今年我快生日了，还在关注吗？你要不要好好思考一下，到底要关注多久？这样有骂到你吗？有吗？我最近应该拍 TikTok 练习我的表情跳舞，思考我这样做是对的还是错的，所以也算是在思考嘛。先嘴巴先闭闭。OK， 我也去，真的关注很久哎、欸，真的关注很久哎、欸。
会想吃吗？Sky 是表情很棒，谢谢。Sky 是我弟的英文名字，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我弟耶。明天要开始，明天再开始关注，什么明天再开始关注本丸吗？什么明天？什么叫明天？为什么你们的留言会有边框？就是零食，是麻辣的。素毛肚，然后就是很红的一个零食，我不能跟你们说名字，你们可以去查。可是真的不能吃太多，可是很好吃，真的。嗯，我不知道我有推荐过啊，可是我朋友在买，这不是宵夜，二戒狂，真的假的？为什么本丸说明天才开始关注啊？本丸不是已经推我很久了吗？可是本丸一直改他的个件，然后我一直在后面。真的 ，sorry， 对不起，好，我当真了。哎，那个框框好好看哦，粉红色的，下灯可爱。可是我觉得我的那个。可是我觉得我的那个傻是会让别人想保护的傻，是我觉得傻有分很多种，然后我的傻是那种会让人想保护的傻，而另外有些傻是让人想欺负的傻，可是我那个傻伴随着想让被，就是会让人想要保护你的感觉，很多人都这样跟我讲，想保护我吗？那就是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你越长越漂亮了，我说长大之后怎么办？我就说。长得好，你保护我啊！这样，那就不要不要！谢谢小雨送的魔法棒。怎么越晚越多人看呢？你们喜欢深夜直播吗？可是也就，你们如果喜欢这么晚的时间的话，我也只有晚上的时间吧。我不是只有暑假的时间吧，而且要看我家人在不在家，因为我没有自己的房间。对，我没有自己的房间，你们现在才知道我跟我没有自己的房间，所以关于夜晚直播有点困难。我在想，你们喜欢什么样的时间？我不喜欢。哦，红包那么晚了，怎么会那么晚了？第一次那么晚耶，好刺激哦！谢谢当当当麻烦魔法棒，东魔，东魔，东魔，
萌。哎、欸，你们不觉得这个？你们不觉得？你们不觉得这个很像东萌吗？东萌有一种东萌的感觉。谢谢大家送玫瑰。这也太嗨了吧？哪有啊？你是不是没有听到我前面的笑话？现在这样送闪到侠，你知道之前的国小那种的吗？可是我觉得好难。有闪掉侠吗？我觉得这样被截图了。闪掉侠。谢谢大家送玫瑰，玫瑰。玫瑰，我今天有看玫，比他比玫瑰买，啊，我看我就，知道我在比什么。接好了，不行，如果不要把这个抛到第一篇，好不好？抛可爱一点的。我们最后的安可曲要唱什么？是你们想要听什么安可曲？就是安可曲，来一个闪亮的安可曲吧！带我去你的心弦，就算世界每一遍，我还是最耀眼。噜噜好了，噜噜，一条鱼啊，噜噜，好，真的蛮适合噜噜的，噜噜。笑笑，笑笑，笑笑，这个芋头，芋头，芋要什么？芋要什么？芋好难哦。虽然我不知道这有什么意思，可是觉得蛮可爱的。我曾是站在你左边，感动加上调味，就会很完美。我曾是站在你的心上，就算世界没缘，我还是最耀眼。笑笑，早知道说嘟嘴就好了，嘟嘴。这个真的太难了，柳玉嘛，柳玉。有玉，玉，玉好难哦！我吧，算了算了，玉就玉吧。谢谢本文送的玫瑰，你们不觉得这可爱吗？本文，有玉，玉，好，玉就这样。就算世界每一点，我还是最耀眼。可我最特别，感动加上跳跃，就会很完美。我要我的直觉，天天都新鲜。就算世界每一点，我还是最耀眼。谢谢你们大家送的玫瑰。我不知道玫瑰，就是有人这样比吧，比的蛮好看的，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比的，就是怪怪的。好啦，趁最后直播后前后十分钟，我要来加速，就是速加速了，加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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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是这样，然后加速是这样，因为它是速，好加速就加速，加有那种加的屋顶的速的感觉，好。好好哦，好，谢谢家属送的玫瑰，然后谢谢东毛送的玫瑰，好，我要来在直播最后说明今天重点，就是发生一件很好笑的事情，跟感性时间、唱歌时间、跟感谢时间、跟声写宣传时间、跟
我等一下会抛两篇限动，记得去看。大家绰号小天才是你，不会，我不会忘记，太好记了。等一下我会抛两篇限动，你们大家可以去看我的限动，然后两篇限动，我觉得蛮可爱的，自己讲。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我要讲什么？我要讲什么？好像就讲宣传哦。还有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买我的生日期，让我的额度有够。谢谢你们，爱你们，希望下次也可以额度够。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要讲的？明天升学最后了。看一下，我觉得今天直播还不错，分上可能再下单一次吧，可能再下单的一张，或是你们愿意的话，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要讲的吗？好像没有了。哦，想看想哭的笑话的可以。去看回播，在直播的前面前半段有讲今天荒唐事情，然后没有额度是我自己讲的，额度是我自己讲的，谢谢你们，就是让我觉得还不错成绩。什么叫连要连七点半的一起看吗？不要不要，七点半的完全没有什么内容，你们要看的话也可以。谢谢你们，谢谢大家送玫瑰，谢谢东毛的玫瑰。下次直播什么时候啊？我每天不小心滑到页面，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3号吗？23还24，我等下去看一下。好啦，最后截图时间，好了，红包还没有发完，没关系，好，我那么晚了，你们要去休息了，不能再看我直播，看我直播你们睡不着觉，再看下去你们真的会睡不着觉，我也要睡不着觉，我这几天都不太就是没有什么睡想睡觉的感觉，可能是因为。过得蛮开心的，过得开心就不想睡觉，过得不开心就想睡觉，因为睡觉可以忘掉很多事情。我觉得我蛮奇特的，我觉得我也蛮，也是我的一个优点嘛，就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睡觉就可以忘记不开心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会吗？可能就是很多人可能睡醒来那种压力还会在，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我。心情不好睡一觉就还不错，心情就很好。我怎么没有看阿里？阿里不是很常忘记时间吗？我那时候看，我那时候滑那个加速页面，我就看到婷丽的一部影片，说她闹钟记错了。我想说，怎么会有闹钟记错的问题？太可爱了吧！而且她迟到一个小时多，我觉得蛮可爱的。阿丽是蛮强的，她就是蛮强蛮可爱的一个温柔大姐姐，蛮强蛮可爱的一个温柔大姐姐。因为其实婷丽真的蛮强，她其实有婷丽有时候就强强可爱，可是她又很温柔。会照顾身边的人，所以就是他也蛮需要被照顾的，所以
所以婷丽就是一个蛮矛盾的可爱的姐姐，她蛮照顾我的，她就把我当妹妹看，跟蠢蠢前辈一样。好了，大家拜拜，要关播了，大家拜拜，爱你们。谢谢大家送玫瑰，谢谢你们大家送的玫瑰瑰 Rose 晚安，下下晚安，下下晚安，过日下下晚安，搞测评，拜拜，思琪拜拜，思琪拜拜，博维，博维渣，我还记得哦，博维渣，博维渣，拜拜。家树拜拜，露露拜拜，阿苏拜拜呀，啊 ，C C 柠檬拜拜 ，C C 柠檬拜拜，阿苏拜拜，一纯拜拜，榜拜拜，我还没有念榜哎、欸。第一名是保护队凛凛神推，凛凛神推保护队，谢谢天才少女凛凛神推保护队。第二名是本丸，谢谢本丸。第三名是 Lequa 雷雷，谢谢雷雷。第四名是入玉，谢谢玉。第五名是。零零一声推，谢谢零零一声推。哎，第几名啊？第六名是零零一声推，零零。第六名是志宏，第七名是噜噜，第八名是宝特瓶，第九名是麦块，第十名是 CC 柠檬。哦。哎，我好像没有留言的，我觉得这个。拜拜，拜拜，谢谢玲玲，我新增马甲啦，舒服。什么马甲？什么马甲？再告诉一下，这种什么叫马甲？好啦，好啦，管你舒服就好。拜拜。拜拜哦，拜拜。五、四、十、九、八、七、六、五、四、三。